是一早起来就对世界投射一个心念，希望每个人都不生烦恼。有人喜欢打扮，如为了吸引别人，引别人的贪欲而打扮，那就不好。应以慈悲和善为庄严而打扮，我们要尽力做自己能做的。誓言要不断地回忆跟复诵，遇到障碍和逆缘时，正念才有可能出现。正念就是不忘失誓言，平时养成反省的习惯，遇到考验时，自然的反应就会是善的。成佛就是对生命、对万法实相最大的了解，是心最大的开启。有心的众生有两种，一种是佛陀，一种是众生。佛陀的心是本质，众生的心是心事，本质是本来实相的智慧，
众生的心事只能了解暂时的现象，佛不会为苦所染着所轻动，因为他了知万法的实相。各位道德，阿弥陀佛。学佛就是学慈悲，慈悲的对象就是普度众生。对人来讲，那些还不懂得佛法、不信因果的人，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。对众生来讲，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，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。对无形的来讲，鬼道、地狱道，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，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把生命电视台弘扬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，那么推广出去。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，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，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生园区，我们希望在台湾最好又多盖几个大蒙山施食道场，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流浪狗安置中心，也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生前医院、生前安养院、孤儿院、未婚妈妈班，这个都是生命电视大道场、佛陀教育中心要圆满的工作。所以希望各位加入这个菩萨的工作，护持这个菩萨的工作，让生命电视台把这些工作弘扬到全世界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。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。连假结束后，防疫勿松懈，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共同降低传播风险。连假期间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，应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外出时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，在家时请维持社交距离。若身体不适，请在家休息。若需就医，需佩戴口罩，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。经医师评估后进行采检，在确认结果前请留在家中，不可外出。即使检验为阴性，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。若无出现任何症状，可正常生活，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及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。请国人配合防疫，共同团结守护家园。我们心相知，学佛是看佛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我就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不能加入自己的个性或想法，否则就是脱离佛法了。这一点我要强调啊，
不管你在面对什么事情，不要加入我喜欢我不喜欢，先思考经典所说的，以经典的想法来面对事件，相信因果，了解空性，不离悲心，这一点最重要。一个出家人或是一个菩萨，他在处理世间的事情的时候，都用自己的个性习性在做事，那你就没有学到佛了。所以你要面对很多复杂的事情，从这个复杂的因缘变化里面，看你是不是用一个不变的佛性在随缘处理一些事情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复杂一点，做一个菩萨，不要怕复杂。站在解脱道，哦，我消灭贪嗔痴，我躲在山里面打坐修行，我就证了阿罗汉，这是他的目的。但是大乘不一样啊，大乘你要是离开境界，离开复杂的人事物，你怎么度众生啊？所以各位要走入世界，走入众生啊。所以事情来了，看你怎么处理。所以各位在接近一个善知识的时候，并不是他有知名度如何如何，而是他在面对复杂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用空性大悲心，他是不是还持守的菩提心，这才叫善知识啊。法已经应用在他的日常生活了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，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，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，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。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，让最慈悲的开示，让大智慧的法语，让具教化的节目传进孩子的身口意，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，有菩萨，有善知识，常相左右，处处关照。